我让你做就做，别的不会。唱反调最会。餐厅我已经订好了，不要迟到。上车吧。干嘛这么紧张啊？难道一定要跟你有利害关系才能送你回家吗？这个男孩蛮不错的嘛，很有心哦。我之前不是给过你一次了吗？ 你是不是跟隔壁那个媳妇儿一样，把钱拿去贴小白脸了啊？什么小白脸吗？你不要乱讲好不好？好啊，你说你为什么会缺钱？